古天乐同林峰呢日就出席电影《披风暴》嘅庆功宴，庆祝电影票房暴跌。不过拍紧电影版《寻秦记》嘅两位其实系特登同剧组请假过嚟，好快又要翻片场继续开工噶啦。而古仔喺戏入面嘅造型早前就已经曝咗光啦。嗰次喺网上有张相流传咗啦，咁已经同剧组讲咗啦，叫佢保密工作做得好啲啦。咁另外，其实嗰都唔系真系个造型，真系个造型系未俾人影过嘅。仲有更加劲嘅。你哋唔会谂到嘅罪，影咗你唔知道我拍紧呢部戏，我够胆讲。成身旧患嘅古仔，仲话戏入边将会有唔少动作场面，惊唔惊又会再受伤啊？还好，但是有一些伤，真的永远好不了的，但现在也好很多。拍摄的时候尽量小心，还有就是比较危险的镜头会抢口会比较多一点。